先来看一下这个英国女王，她到底说了什么？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This time we join with all nations across the globe in a common endeavor, using the great advances of science and our instinctive compassion to heal. We will succeed, and that success will belong to every one of us. We should take comfort that while we may have more still to endure, better days will return. We will be with our friends again.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 好，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是英国女王，高龄93岁的英国女王，她发表的电视演说。有志，其实我还知道这个新闻的幕后哦，就大家刚刚看到英国女王，她是在温莎堡里头，因为她在避疫，也就是说她在自我的保护隔离的状态下，因为她儿子都染疫了嘛，对，查尔斯王子，所以对她在这个温莎堡里头哦，要拍她做这段电视转播，是摄影师全副武装，从头到脚都穿了隔离衣，因为怕这个让女王万一感染了还得了，所以全身上下是防护衣，然后一个摄影师对着这个英国女王来拍摄这一段大概长度有5分钟的这个演说，然后其他所有闲杂人等都在另外一个房间看 monitor。哇，因为其实英国女王就是最后的精神象征啊，她跟日本天王似乎有一点点相像，但是她的精神又更久，所以。如果万一他出来讲话，那就是非同小可，一定很严重。他刚刚讲嘛，他这68年来总共有4次，一次是波湾战争，那一个是戴安娜王妃过世，那另外一次是伊丽莎白女王过世，一个是登基60周年，几乎啦哈都是重大事件，怕整个英国国内会有一点点动荡。或者政局声音，或者世界局势，你看波湾有没有？还有伊丽莎白女王，对，就是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前，她做了电视的演说，因为英国有参战。对，然后另外一次是1997年，大家知道戴安娜。对，这四次唯一只有一次不是因为国内局势动荡，是因为公关操作，就是因为这个戴安娜。你还记得那次？我还记得那时候她出来，主要是要消弭大家说他们婆媳之间不和，很多人说戴安娜王妃是被她逼到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王室的威信有点受到的冲击，所以那时候他出来讲话，主要是一个公关操作，让大家讲说，哎，没事，我们王室很好，也才可以把英国稳定下来。所以虽然也是公关操作，毕竟还是最后目的是什么？稳定英国。对，所以他出来讲话就代表4个字：稳定英国。那因为强森已经这样子了嘛，首相如此了，他女王必须要这样的功用，把整个英国稳定下来。就是除了这次有公关作用之外，其他3次完全几乎就是整个国际情势或英国情势。可是你知道，女王就是女王，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个英国女王她出来讲话，她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绿色的衣服，然后她的表情其实也不太多，然后你可以看她一丝不苟的在讲一些很坚定的话，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这个有国王有这个王后像这样君主立宪的国家的那个情感或者是遵从的感觉，可是我相信对英国民众来说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应该是很温暖而且很坚定。那她就如果以一个他就像一个英国的长辈国王那种 king 然后 queen， 那他这样子的动作，尤其最后一句话是被世界各大媒体所引用，我们将会过更好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一句写得非常精准，因为现在状况是不好，所以一定会陷入在，尽管刚才君也跟我们讲说状况大家还是会过自己的生活，对，可是其实我觉得人心里面一定会觉得我们现在很糟，我们现在出不去，我们现在没钱，我们现在旁边的亲友都过世了，都不好。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说忍耐加油，他没有这种话，他说你放心，更好的日子会回来的。我觉得这个用字在英国王室里面，我觉得用字相当的精准了。是发布一则最新消息，这是空勤总队在训练时发生的意外，地点在高雄的小港机场。今天下午3点半左右呢，这一架你在画面上看到的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在降落的时候呢，摔在跑道上。这是高雄空勤直升机在训练时发生的意外。不过呢，幸好这个直升机上面有5个人，现在都已经获救了，并没有大碍。有志，这个小小的意外吼，看起来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人伤亡。对，那看起来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擦伤了哈。那现在高雄这个小港机场也封闭了，这个跑道也是暂时封闭，然后空勤总队的这个 logo 清晰可见，编号是 NA103 哦。
红色的顶，不过幸好是没有人伤亡。不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训练意外，这要一定要调查吧，因为地方在小港机场嘛，那不知道是起飞前还是起飞后，目的地要去哪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为什么造成的原因。那因为直升机跟飞机一样都有类似黑盒子，那个一定最后要去拿。不过这已经是这五年来第三起了，包括之前你说空勤总队的第三起，不是空勤总队，我是说直升机的意外。直升机的意外，记不记得包括之前齐柏林齐导演是，然后后来是参谋总长，那一整一行人里面都是国家培养非常久的警官，然后这一次是空勤总队，也就是说民间、军方跟空勤，空勤是服务老百姓的，三个单位在五年内陆续都出过事，所以这个事情的调查会不会跟前面的一样？因为这三起的发生事故的地点都不相同。齐柏林是在他勘察地景、勘警的途中，他是遇到的乱流，是。那后来的参谋总长那个事件，疑似也是因为调度不当，有点人为因素，是。那这一次还在看现场状况，但是就像刚前子讲的，不幸中的大幸，飞机全毁。这样叫半毁。对，就是可能翻覆，看起来像是降落的时候翻覆。对，不晓得是要降落的时候，还是刚起来，还是起飞。但是你可以看到画面里面，他的空勤的员都在旁边，你只要看到那个穿那个红色跟黄色相间那个衣服，就是空勤总队的。是。那以前空勤总队呢，本来是隶属在各个不同部队，以前有军的，包括军的去协巡、协救海鸥那些，那还有是警消的。就是以前所谓的那个消防的那个空勤队，然后还有一些警察，后来把这些人员编制全部都浓缩在一起，所以里面有军、有警、有消。所以有人那时候刚开始空勤总队之前在稍早常出事的时候，就有人说是不是单位协调上有问题，人员编制、训练、沟通默契上面不足。可是这几年来，因为把办公室设起来了，训练场所北中南都有，这看起来这应该是从嘉义还是哪边高雄那边起飞的直升机，或者是正在高雄起飞的。那照理说这几年训练应该沟通已经非常好了啦，那已经是很久没有再出现空勤队的意外，那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外，可能他们还在调查。好，因为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讯息还不够多，所以现在知道是这个空勤总队的一架直升机在高雄小港机场在做例行的训练的时候不幸发生的意外。不过幸好不幸中的大幸是五个人，在直升机上的五个人现在都获救，而且没有大碍。不过接下来有志，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我们疫情这个所衍生的一个问题，出现了所谓的恐怖班机吗？真的有这么恐怖吗？好像有哎。我看到这个，我是真有点吓到。有一点点觉得啊，这样子，这个航空器真的变成一个传播病毒的这个一个 carrier， 因为这是华航，我们的华航班机 CI011 哦，它是4月7号从。对不起，3月30号从美国的纽约飞到台湾的一个班机，当时我们知道，因为纽约的疫情已经整个大爆炸，所以非常多我们在纽约的台湾人赶着要回来，所以这个班机上头是客满了，载了300多人。对，可是回来之后一 landing 一落到我们的台湾桃园机场之后，就有3个确诊案例，有4个确诊案例，当时就发生了4名乘客是确诊哦，那赶快把这4名乘客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可是后来到了4月2号，又出现了五个人。那今天陈时中在记者会上说，我们今天新增加3例病例，其中有一例就来自这架华航的班机，所以 total 加起来是10个人。大家来进一步看一下这一架飞机的这个确诊的座位表，这个是华航的 B777-300ER 的Sitting chart， 就是它的这个座位表，这个是波音的，波音777，波音777，这个广体客机从纽约飞回来的，当时我们确诊的这些人坐在哪里？坐在这里，经济舱蓝色的地方，哈，10个人都坐在这里，所以呢，现在大家开始在追这个感染源，也锁定在经济舱这个部分，因为很少见。之前我们还像应该被网友称为毒飞机的，在之前应该是奥捷团，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奥捷团也出现7例啊8例的确诊病例，但是那时候奥捷团那时候陈时中，如果大家印象深刻，他那时候在疾病管制指挥中心，他画的图是这样子，你还记不记得？他是画这样。
因为旅行团哈，弄做做会啦，都给坐坐做会，坐到顶，坐到顶。我要跟钳子坐，坐到顶。嘿，我这个跟香港好，嗯，好，我要跟你坐，哦，要跟你挂边啊，也在恭维。导游也要就近照顾啊，对。所以领队确诊也是在那个地方。通常旅行团在飞机上都会坐在两三排哦，就是前后两三排。对，那这个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可能就是散客，包括就学的啦，包括一些这个学生，还有去旅游的人回来，当然都散坐嘛。散坐之后才发现。在经济舱出现了10个确诊的病例，陈时中部长今天在记者会上也表示说，未来要规划把这个同班机所有300多人，包括空服员、包括 captain、包括机长、副机长，全部都要采验，这是有必要的，一定要、嗯。我觉得这个，因为如果是在这一区，那可能还有可以有区域性可以讲啦，但是已经散到如此，我刚算过，大概隔了17个座位啊，嗯，17个座位每一排这样子坐，你看有多少人在这包含里头？光我们这样算哦，3个在一起的，4个在一起，3个在一起的，这样总共有10个，嗯，如果10个一排10个位置，那过了17个，嗯，这里面这样包括经济舱在这里一共17个，嗯，那是多少人？170个，你在考我数学？你在看中间还隔了什么？厕所，嗯，还有空姐的这个什么 galley。那个厨房，嗯，有没有这些人？有没有可能去上厕所？就像之前陈世忠部长啊，丁部长很紧张的，嗯，那个把手，不是他讲好几次了，嗯，那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厕所出问题？那空服员来边服务的时候，这一块又是空服员的地区，嗯，这17个170个，你说严不严重？其实我觉得哦，不只是这170个人，或者是他刚才讲的厨房啦、厕所啦，后面这也是空服员的一些送餐的备餐区。但是对不起，我可能要除一下了，可能要除以3啊。因为有中间有隔位置嘛，嗯，不是每个都坐满啊，嗯，可是如果这样算起来也是30-40个。可是我要讲的是哦，这整架飞机都很危险，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飞机上头的空调，它的气体哦，都是循环的啊，都是循环的啊，所以。其实你不要觉得说是经济舱这边有问题啦，我觉得商务舱也跑不掉了。不过这个医福会的执行长王必胜医师，他过去前几天他也跟着这个飞机执行了武汉包机的这个任务，他有说他有做研究，他说他有跟相关人员来请教，飞机上的气流是由前舱排出，前舱是指这个 captain 就是机长哦，就是驾驶的这个舱，这个前舱排出，然后一路往后。收去往后排，然后到最底的再收回去灭菌之后再循环。嗯，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大家观众朋友有出国的经验的朋友哦，这最前面是驾驶舱嘛，那这边通常就是商务舱，它五级也好，坐的比较松的，这个比较贵的。那这一区就是豪华经济舱，对，就是比较松一点点，可是也比较密，比前面密，可是比后面松。然后最后这个就是经济舱，现在是经济舱发生了这个确诊的病例，可是我相信哦。前面的恐怕啦，讲句比较这个，对，就是可能也非常危险。对，虽然说是，当然机组员哈，这边有自己的机组员，然后空服员都在那边服务，但这边有空服员，嗯，可是你难保，经过的时候，因为把手，然后还有人跟整个接触，还有一些行李箱倒，不小心摸到，我觉得陈时中讲的对。整机都做采检，我觉得这个还是现在台湾防疫应该最重要的，不要怕麻烦。嗯，而且呢，空服员上头的配置，虽然坐经济舱，我们说打经济舱的空服员是在这一区，那前面商务舱都是姐姐在前面哦，就是比较资深的空服员。可是你要知道哦，后面的这个商务经济舱的组员会到前面去做什么销售 ，duty free。免税烟品啊，免税商品，以及因为要用餐嘛，所以空服员会去后面到前面去拿餐。对，所以空服员全部都混在一起啦。所以就算客人，也就是乘客有分开，或者是乘客幸免于难哦，就是不会这个互相交叉感染哦，空服员也会在中间穿梭。